真正的手工产品首先是需要得到自己的认可，自己满意了才能拿得出手送给别人。在日本有很多职人，他们可能一辈子只做寿司或者是一把铜壶甚至是一个茶杯，但是他们能专注一件事情很多年很多年。我也希望有一件让我感兴趣的事情能让我坚持一辈子。在2014年的时候认识了设计师裘诺，他对皮具设计也非常感兴趣，所以我们就一拍即合，创立了北山织包所。我们大部分的产品使用的都是意大利进口的植鞣皮，这种植鞣皮最大的特性就是它的表面不加修饰，因为这种特性，所以牛在生长过程中产生的生长纹、疤痕、痕迹不能完全避免。在制作过程中，可能往往一整张皮料我们只能采用其中的三分之一。对我来说呢，我觉得设计与创作是我对这个世界的情感与态度最好的表达方式。我不太喜欢一些华而不实的东西，反而那些简单纯粹质朴的东西更能吸引到我。这次的灵感来源其实主要来自于白色。我认为白色之美其实在于其简洁与耀眼，这个颜色可能并没有太强烈的性格，不太能引起人们的欲望，比如说无论是性欲、食欲还是其他的欲望。也有可能很多人认为白色是一种单调的颜色，但其实单调的东西并不一定是乏味的。这次黑白灰与点线面的结合，包括一些工艺上的处理，比如说正反面的贴皮、边油的使用，以及尽可能的避免五金，其实也是为了最大程度接近皮具本身的纯粹性。尽管我们的包具是一个人工制作的产品，也希望大家可以看到它更多天然的部分，感受到简洁与纯粹带来的力量，体会到工艺的精致与细腻。